他那个是他家孩子在跟那小孩子打闹，然后一直打他嘛，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。因为我们教练都在上课嘛，然后救生员都是在另外一个大池，然后他是自己翻栏杆跳进去了。有啊，我们现在都不让家长进去的。哎呀，我们有观望区，之前是进大池，他之前是进游泳池嘛，然后现在都是家长在观望区。有啊有啊，我们都增加了那些救生员嘛。